式游泳记，你知道这种好运动到底有多好？一、燃烧热量，只要持续游10分钟，若是仰式，你大约燃烧86大卡；自由式86到135大卡；蛙式122大卡；蝶式最多135大卡，让你维持好身材，而且修饰身体线条。二、让你快乐，只要游20分钟，大脑开始分泌脑内啡，让你有好心情，减少心理压力。三、降低健康风险，每天游泳30分钟，能降低10%的患胆固醇，降低40%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风险，降低糖尿病风险，也提升肺功能。四、让你强壮，在水中运动阻力大更费力，游泳能增加你的肌肉强度、骨质密度和身体延展性，而且运动伤害较少。一份对铁人三项运动员所受的运动伤害调查显示，他们50%是在单车运动中受伤，43%在跑步时受伤，只有7%是在游泳中受伤。